湿润夏季，听见星星的回答，睁开眼看吻在雪地。已经重新拿起了冰球杆，玉言依然自信地向着世界冠军的目标努力前进，而我和张月薇也开始代表中国短道速滑队走向更高的国际舞台。队里曾经滑得最慢的洪爽，现在也已经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冠军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光芒闪耀，追求梦想的路上充满了坎坷，我们经历过彷徨、心酸、失败和伤痛，但这一切都比不上完成目标和超越自我时的满足，还有梦想最终照进现实那一刻的喜悦。如果现在的你正在为前路而迷茫，那么问问自己，你真正所热爱的、梦想的究竟是什么？